台湾的铁路支线吉吉跟内湾，还有一个是在北台湾的平溪线。平溪线结合了煤矿、铁道、人文历史以及美丽的自然景观，是北台湾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。 只要买一张一日周游券，就可以搭火车畅游每个景点，一票玩到底。平溪线呢，原本是一条采矿的铁道，矿业没落之后呢，就转型观光。因为这里淳朴的山城风光，吸引了不少热爱铁道漫游的旅客。第一站呢，我们就前往猴洞。 猴洞早期呢是全台湾第一的产煤大镇，因为产业没落，沉积一时。后来呢，将这些早期的建筑重新规划整理，再结合当地的产业特色，让这里又再度繁荣。现在这里呢，已经是一个可以认识矿工历史、兼具休闲娱乐的新景点。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守护这里的一群猫咪，好可爱哟！帮忙推矿车喽！ 走出火车站月台，首先跟猫站长打声招呼。往前走，可以看到猫悠闲地逛着街，或者慵懒地躺在地板睡觉。这里的猫不怕人，大方摆着 pose 跟游客拍照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于猴洞的第一印象不是黑鸡，而是猫咪。车站。 这里呢也被 CNN 誉为世界六大的赏猫景点，但是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称号，也就是猫村。在这里呢，猫咪就是主人，你可以选择跟着它走，也可以呢跟着猴洞散步地图走走拍拍。Hello， 看起来好可爱哦，它们超级不怕生的，很亲人哦。但是来到这里呢，不要随便喂食它们。哇，毛好好摸。 <笑>走出天桥，就是依山而建的老宅民房，这里就是光复里，也是最多猫咪聚集的地方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的猫再加上这里的景色，真是太好拍照了。Hello， 这边啊，会有这么多的猫咪是早期矿工跟他的眷属为了抓老鼠而养的。人潮散去之后呢，猫咪也就不断的繁殖。后来呢，是当地哀猫人士以及他们的居民为猫咪结扎，还有整顿居所，才有现在干净的环境哦。所以呢，哎，告诉大家，来到这里遵守我们的生活公约哦。你要告诉大家，因煤而没落。 因猫而再度繁荣，故事的起源都是这里的煤矿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发掘这里的故事吧。要听故事之前呢，我们要找到说故事的人。听说他就在洞里面。Hello， 第一天报道，我叫依林。哦，依林哦，新来的哦。嘿，对。啊，你上这看工来，对物业流速个问我。啊，所以吼。你要来听较早的故事，这进入感情，我真想要一个故事啊，这看工。故事就这样开始喽。矿工们集合在洞口前，搭上采矿车，开始今天的工程。矿工帽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职位，白色是班长，黄色是一般工人，而载着我们的是有百年历史的矿车头。 这些都在全哥的规划下得以重现当年的景象。准备上车了，各位矿工上工喽！来，上工了，来。台车往前开动，眼前的世界瞬间由白天变成了黑夜。坑道两侧有微弱的灯光，避免裸露的岩石支撑矿坑的相思木。坑道内重现了当年挖矿的景象，在整日不见太阳的坑道里工作。 在微弱头灯照映下的煤矿，那是一家人的希望。早期矿工他们的危险性是非常高的。啊，所以拢上去，入去乌道烂，性命去一半。较早乌矿工拢是咱的查某的，啊，我拢会讲哦，阮翁若做矿工。
安那拍无一个翁，生洗得进去，有性命有一样，但是伊一工拢赚真侪钱。较早在民国五十年的时阵，做一工全家五个人会再食四工，但你一个人会再食二十工。哦。但是伊的生命、他的皮肤、他的精气神，拢受到会受损。为了家人，矿坑内再辛苦再危险还是得去，这句话是矿工们共同的心来威，也是这份责任让他们有勇气面对洞里的黑暗。他们就是这样进去吗？穿一条内裤，然后头戴你的安全帽，然后就这样蹲着，然后全身都黑漆漆的，里面很黑，所以人来到里面烧气很热，到了衫跟他们都穿袂掉，啊，都是安尼较流利啦，流利的时阵就较好做工课。以前就是女孩子，到后来是政府规定不可以来当矿工，因为它危险性真的是太高了。如果你有一个家庭，然后你可能父母都去当矿工的话呢，你可能进到矿坑，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你的孩子可能就变成了孤儿。所以他的牺牲很伟大。重见天日的感觉。啊！即摆咱到即站来到迄个体验区啊，咱要来体验，看伊个器材试试，咱要甲修好啊，好不好？林总管，来，请来。到站喽！嘿。好。哎、欸。都快好。哎、欸。班长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矿坑吗？对。我们要先介绍这一台很厉害的这个，这叫手摇车。手摇车超酷的，而且大家知道吗？我刚刚以为这个就是一个方向而已，它有一个很厉害的齿轮，你只要转变一下，它就可以换方向。班长，你帮我们示范一下。好，好，这样就是这边过来了。要往这边了。你往这边，它就往后面了。你看，好了，好，你要停起来，它就往过来了。好，而且它可以很轻松的。班长，老板公给那欧吉康呐。好，后来。班长给我打结。哦，这好像机关枪一样哦。这个呢，就是以前采矿的工具，它是气动式的，所以你会听到它有一种喷气的声音。你要有办法把它拿得起来，这样子吗？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哎，对。班长，我不行，这太累了。很累了。对。啊，女生难得有这么子力气这么大的，因为啊，早期哦，咱的矿工里面，哦，咱有的物件石头是足硬的，嘿，啊，你要用这个落一空，然后装沙哟。我先凿一个洞，然后塞爆炸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来，我来。塞一定五十年哦，一定数，这山安尼空空空的无？嗯。啊，甲你死在内底，然后这物件吼，爱用充电，你看到青的对无？啊，你红的多的时候，你就要把，你讲变红色就好了。对，红色对。好，所以充的是绿色，就红的。准备，我们二号矿坑要爆炸了。那就是模拟当初在采矿的一个方式，就是有气动工具，然后也可以用爆炸的方式。啊，跟我们小米。来，过去台哦。过去台。大家不简单啊。这台叫做太空无法侦察车，这台就是现在的挖土机，它在坑道里的小英雄。它那一个坑道，然后我就买了这台，它看到没一动作。没，已经弄好了，不用这样子，一个人一个这样挖，一个人这样挖，一个人这样挖。我们只要请出这台，跟着下面。太空无法侦察车，矿工的小英雄。哎，来，上钩。这手在这边，这手在这边。哦。哎，在前。前。啊，好可怕哦。对。好，接下来再往下，这右手往后，这个往下，往后，这右手往后，上来，好，推前面，推前面，好，哎，到成功了，这样子，现在再停起来，中间是固定点，好，对，好，往后，对，往后。这碳钢哦，内底就是安尼啊，哦，废土啦吼，就讲哦，较低，啊，咱若乌碳都了，怎只休困？啊，休困哦，这就是食饭的所在。
班长说，都是你家吃饭。嘿，这种巴肚足枵，然后啥物通吃吼，就是拢一顿饱就是足快乐个啦。好，咱今仔日要做啥？咱今仔日有时阵哦，看好是安尼哦，拢是爱困了，爱蹲着吼，安尼困嘞，吼。那较尖的、较硬的，就是爱用尖的。啊，若要搞几片的坐落来吼，都爱用这边较扁的。啊，你家讲看卖来。哦，好。好来。班长说哦。嘿。这一区哦，今天由我负责啦。来啦，过了你就再吃饭啊啦。啊。在吃饭呐、啊，骨头了，骨头看到头头了啊！我到头头，我这个到什么时候我？十二点啊，十二点啊！吼、哦，在矿坑里面工作真的是一个很耗体力的工作，所以呢，最期待的就是放饭时间了。饭店，我一分钟嘞！好，来来，这里这里，做的是关门。我倒来跟我妈妈参详一下啦。哦，啊，你敢不知这两条在创啥？啊，你的便当就放在裤袋内底哦。哎呀，啊，放在啊头这里啊。哦。给你这便当你的啦。好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便当，菜色其实还不错。哦，我不加喽，开动。总算是体验完园区一系列的。模拟矿坑，其实呢，这些工具啊，包括车子、还有气动机，以及这些矿坑呢，都是老板好不容易找到一位以前的矿工来帮忙修复的。那现在来去找伊。好，干。哇！哎，王师傅。嗯，你好。你从几岁做开始做矿工？我16岁就开始。所以你真的进去过矿坑？对对对，实际上在工作，因为那时候我是机电的哈，万一技术它不够，底下不够的话，我们要协助他。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早期你们在矿坑里面的那种感觉？我们很好奇。这边的山洞大概是一样，嗯，啊，这是实际上的山洞哈，这是矿坑，嗯，那么它是有斜坑、平坑进去。就是这样挖下往下挖，对对对对对，斜坑下去大概都1000多米，很辛苦啦。为什么？它都空气环境都不好，嗯，啊，空气也是很热，因为我们每40公尺哈，地下40公尺就加一度。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就是修复这些东西呢？这是胡老板他想要把这个恢复起来，因为我们已经30几年没有动过，以前做煤矿多辛苦。还有，没有人知道哦。OK， 就现在有这些看到这些哦，对对，以前确实有煤矿，是啊，是好像在讲故事一样，讲三国。你刚才看讲伊规身躯吼，敢若穿一件内裤入去，啊，内底诶地下诶迄个热度吼，差不多40-50度，啊，而且做甲规身躯拢种含目睭拢乌诶啊。啊，迄绝对唔是咱想会到的迄个艰苦啦。都是的，爆破するところ、石を爆破するところ、うまくセットしないと、もう自分の命にも危険があるし、石に埋まってしまう恐れがある。旅行不只是为了寻找开心，实际体会听矿工的故事，感到些许的惆怅。但是矿工的生活才是真正属于这里，能够永远诉说的故事。离开了矿坑，走出来就是横跨基隆河的运煤桥，与整煤厂相接。只是现在不运煤了，变成了人行通道，也是被保留下来的重要地标，共同记录台湾煤矿业的历史。矿工的纪念馆由矿工的大浴室改造而成，展示着入坑前的装备、置物柜里家人的照片，还有用粉笔记录领薪水的日子。简易的盥洗用品，当年不少人提着一纸皮箱就来工作，活动的黑金养活一代人。纪念馆将曾经经历的辉煌记录下来。
下一站，我们来到了十分车站。这里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老街与铁道共生，所以有一句话叫做“火车门前过”。这样看过去啊，老街非常热闹，我已经等不及要去逛了。而且呢，来到十分这个地方啊，通常都会下着蒙蒙细雨，真的很有十分意象，也就是一种十分幸福、十分浪漫的感觉。来到十分不能错过的台版尼加拉瓜大瀑布十分瀑布，瀑布周边有不同角度的观赏平台，不管在哪个角度，瀑布倾泻而下的磅礴气势让周围充满着水汽，亲自走一遭更能感受大自然带给人的感动。平溪因为地形崎岖，地势落差大，造就了河川急流与瀑布，目前已经发现36座瀑布，而十分瀑布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。在这座美丽的山城，随处走走都会有惊喜。瀑布小拱桥的急流，特殊的湖穴地质，从瀑布吊桥往下望，那就是眼睛洞瀑布。幸运的话还可以与火车相遇，最后别忘了放一盏充满希望的天灯。北天灯、南风炮都是有祈福的意思。早期呢，是这里的居民为了躲避盗贼到山中躲藏，等到盗贼离去之后呢，便释放天灯，告诉大家现在安全了，可以回家了。这样的习俗呢，一直流传到现在。这里呢，已经是一个观光圣地哦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非常的热闹。大家口耳相传的天灯起源，流传至今也有不同版本之说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这项原本只在平溪十分寮的元宵节民俗活动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间旅游的一大亮点。难怪天灯上的祈福语言越来越多元了。这一家店呢，一进来就让人家觉得很温馨哎，旁边都放满了这个小天灯。没错，我今天呢就是要来这里学怎么做天灯。这位就是我今天的天灯老师 ，Hello 林大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里呢可是平溪最古老的一间天灯老店哦。那刚刚呢上了林大哥的一堂，天灯的进化史跟天灯的物理课都是学问哦，包括这个什么角度啊，然后呢这个宽度要多少，高度要多少，然后整个圆的那个直径要多少，全部都是经过很精密的测量。所以说天灯是需要时间累积而来的经验才能做出完美的作品，现在就要把它完成咯。 OK， 天灯我们基本上是用四张纸来做一个圆的灯，分成四个面，把它用浆糊把它糊起来。哇，做天灯要很细心哎，有什么要注意的？最主要是要把它粘牢，直接就用把它折起来。浆糊啊，要糊啊，要时间才能干，它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替代品。我们四张把它做好以后啊，我就把它先框起来。那做到这里，我再跟各位介绍哦，这个天灯有它的危险性。再来是回收的问题，每天上千个灯。如果你不回收，满天都是垃圾。其实，在十分这边做得非常好，就是店家、当地的居民跟整个政府的推广之下呢，已经有一个很完善的回收制度。像是这个，大家如果看到就赶快捡起来，因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捡来砸扣啦，对不？对，砸扣，砸扣，砸扣。但是我刚刚有发现，整个天灯店的装饰啊，都是非常的古朴有味道。因为妈妈喜欢家的感觉了，因为妈妈十几岁嫁到我们林家来，爸爸白天教书，晚上还到煤矿工作，要养活七个小孩。对，还有他自己兄弟姐妹，所以妈妈就是跟着工作，工作，工作。就是以前的人都是愿意这样任劳任怨，但是我觉得妈妈现在一定非常欣慰。大家知道吗？一进这个店，我就看到两张对联，然后呢，经过林大哥跟我介绍，我超级感动。妈妈的名字牡丹花开十分盛，爸爸的名字叫金色。金色照耀百叶星，这是我们家自己小孩自己写的，所以说也会让家里有一个比较有的凝聚力。对，边边角角要年牢，天灯才能够顺利飞上天空。看着年迈的阿嬷几十年来练就的一身功夫，
为我们示范如何完成一个天灯。再看着店内挂着五彩缤纷的天灯，很感动。这是一个传承带给人希望的地方。天灯呢，一般来说是天丁发财的意思。哦，对对对，这又要讲到为什么这个平溪这个地方会有天灯这件事情。这里是矿区，你有看过女生进煤矿工作吗？没有。因为女生进煤矿工作很危险，所以以前的女生都会放天灯，以前是不写的。因为呢，这颗天灯就已经说明了一切，她的愿望。对，天丁发财。天灯最早是由三国的诸葛亮为了传递军情而发明，又称为孔明灯。看着街边每个人专心地将心愿写在天灯上，希望借由天灯飞上天空，将愿望载上天际，向上天祈福。放天灯里面，你会看到很多的故事。之前还碰到过一个那个 JR 的那个设计的总工程师啊，他快走了，因为我可以看到他生平，人也是一样长得高大。我老婆写的是预约下辈子，听了心里就好，好感动。当然天灯是一个给大家一个梦想。I hope for a successful career and a bright future. My football club in Portugal is fighting against the relegation, so I want them to stay up. So I'm writing like a message of success that we can stay up. 现在呢，林大哥带我们到这个私房秘境来释放天灯。从十分瀑布起，到青铜火车站铁路的两侧，200米是可以放天灯的。对，所以下次呢来到这里放天灯，记得不要再站在铁轨上喽。那现在呢，再看一下我们的愿望，1000步的缤纷台湾，在平溪的青山绿水间，看着天灯载着我们满满的希望冉冉升空，真是太美好的画面了。天灯飞得好高哦！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故事，用他们的大自然和人文写自己的故事。曾经是全台矿产量第一的猴洞，在猫咪的拯救下再度活络起来。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，胡大哥让游客体会当时矿工的艰辛，更让矿工的故事继续传唱。到十分找幸福，十分大瀑布只有亲临才能感受它的气势，冉冉升起的天灯让十分的天空充满希望和祝福。这就是充满故事的美丽山城。